一岁大的小男童原本乖乖的待在舅婆怀中，但一听到舅婆提到父亲，他突然情绪激动，后来还大哭，疑似亲眼目睹父亲杀害母亲，让他小小心灵留下阴影。照片中小男童的父亲亲吻前女友，也就是黄姓女子，两人昔日感情甜蜜，还在脸书上 po 照晒恩爱。两年前开心庆生 po 了蛋糕照片，但没想到却在黄姓女子怀孕五个月后，男子对她动粗，感情因此出现裂缝。讲用几多，讲硬硬啊，讲个事，啊哟，也一个西刀尾，卡尾个台就掉啦，啊伊去倒走动啊，过来伊只个贵啊。我一等来个看伊跪伫门下口。家属透露，黄姓男子是货运行司机，黄姓女子是会计，两人因为工作结识交往。曾经离过婚的男子向女子说没钱不肯结婚，后来还对女子动粗，逼着对方躲回自己家，他又苦苦纠缠不肯分手。走回来，走回来，我拢家伫喺山顶呢，俺拢无甲报案呢。这个查囡仔足苦，我是跟妈妈讲，你爱报案，你这无报案，另一呾吼，伊唔帮你得啦，你要分手，伊唔帮你得啦。尽管家人反对，为了爱情，黄姓女子最后还是回头，还选择生下爱的结晶。但没想到这一次的回头，换来的却不是男子改过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女子铁了心，在大年初二逃回自己家，但男子始终不死心，这回还疑似求复合被拒绝，持枪杀害前女友，毁了对方的一生，也让自己的家庭破灭。记者赖冠璋、张信义、王月芳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